啊，我们迷，什么叫迷？啊，自信，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啊。啊，虽然具足，实在讲并没有丢掉，只是我们自己有障碍。啊，什么障碍呢？三种烦恼障碍住了。第一个是无明，无明什么？糊涂啊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本来你什么都知道的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们有一样事情不知道。